正好，我有一丹方被水里的小蛙吞了，你莫忙走，帮帮小神。哎呀，亏不了你。那蜀村凶险异常，身上没点疗伤保命的丹药，你也敢去？小神不讲空话，除了那聒噪东西。 我自亏不了你。
甚好，甚好！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招！这等凡品，赏你便是。往后你便可去土地庙自行炼制。小神还要寻丹炉，先走一步。